武皇后送给咱们的这对玉佩，我想用它们去换这对玉佩。你我佩戴多年，你不在我身边时，有它在，就仿佛你在我身边一样安心。这玉佩的确是十分珍贵，但终究不过是物件而已。就算舍了这玉，我对你的爱也永远不会消散。但如今要将其赠与他人，我还得有些犹豫了。傻琉璃，昔者君子比得于玉，如今你我挚爱尤甚，就算腰间不佩戴这玉，能用它成全于别人，也是佳话一段。我先去了。